近日，贾静雯采访中透露童年遇险经历。有一次跟我表哥哥在里面玩一玩，我印象中我就被一个男的直接从溜滑梯拽下来，拉到旁边的厕所，然后还好我堂哥在，就把我从厕所整个拉出来大叫。我大概那时候是5岁还6岁，然后我就大哭，我印象就到这里了。然后后来我才听我妈妈讲说，那个就是那种变态，就是对小朋友会。明星遇险潜规则比比皆是。早在之前，刘嘉玲便被爆出遭人绑架，还被拍下了不堪入目的照片，最后虽然释怀，却也造成不小伤害。2009年，韩国女演员张子妍因为难以忍受潜规则自杀，更是轰动整个韩国。不仅上述几位，应采儿、谢娜、启薇、杨幂等知名女星也险些遭遇潜规则。除此之外，肯定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，令人唏嘘不已。